好，各位观众大尖叫！这个游戏真的，我要跟你们认真讲，真的佛心到家，免费的自动，而且低阶机也可以玩的不累格。就是你们一定会想说，这个游戏要不要高阶机才可以跑得动？错，这个游戏我发现哦，中低居然也跑得动哦，中机的中低的手机也跑得动哦。你中低的手机，你画质不要调太高，画质调中间就跑得动了。但你们，我跟你们讲，你们去玩其他捕鱼游戏，中低是没办法跑得动的。那我居然发现这款居然可以。哎，快点！竟然一开始送好多道具。我这1.31亿耶！那我跟你们讲，有钱之后你们就可以去下一个倍率了。哎，快点！哎，发射是什么意思啊 ？Oh my gosh！ 我都不知道我都要砖头炮了。我靠！而且好多人哦。大家有 FB 的应该都知道这一款了、啊，这款FB。应该大家都有印象吧？开始不是沙门大人什么什么？你们好像有一个语音吧？什么？哦，冰冻，你可以，冰冻这么快哦？是可以出来的？还好啦，倒是拍下去才累格一些而已嘛，不然你就累格就再调低了，再调低了。